那车床我们不是头尾顶吗？这没办法头尾顶，这是总统的。你要车内孔，你都没办法，所以只能够悬吊单头车。所以车道你要进道方式要回去，这个是最基础的，最基础的是右旋左旋，最基础的车况，啊、哦，最清楚是这样子。然后做好以后，再加个盖子在上面，为什么要盖子？灰尘才不会跑进去，啊、哦，对不对？不然你灰尘跑。